你这土方的活啊，就给我干了。小丹，这土方可是几千万的业务啊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。哎，经理，我知道你上面有人，你就帮个忙噻，哈。这个是？这个。我们正规单位哦，以后不要搞些没用的东西，拿过去。哎，经理，我这也不是白给你的呀。我知道哎，你有一幅达芬奇的油画，对不对？我们换一下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经理的爱好，我当然知道啊。确实，我一幅收藏多年的真迹，我怕掉，一直都放在身上。哎呦，那正好啊，咱们换一下嘛。哎，我得考虑一下。啊，还考虑啊？哎，经理，我知道你的手机啊都用旧了吧？这我给你买了个新的。啊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的话，我只有忍痛再割爱，让给你了。哎呀，那太谢谢经理了。你看看这画，哎呦，真的是栩栩如生呐、啊！我得拿回去啊，裱起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你在女方很多年了哈。啊。我这土方正好能包出去、哦，要不你帮我个忙吧？那经理的忙，我肯定得帮啊。开门叫东东啊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谢谢经理哈。